九幺人员抵达现场后，发现现场为一至小客车与货车发生擦撞，货车驾驶受困于车内，九幺人员立即协同义消，将其脱困，并施予颈圈常备板，清洗伤口，包扎止血，紧急送往大千医院。发现自小货车驾驶蒋姓男子由北往南行驶，行经事故地点，因为不明的原因驶入对向车道，与自小客车发生对撞。蒋姓男子左脸、左侧锁骨骨折，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均胸部挫伤，双方经送苗栗大千医院救治，所幸均无生命危险。双方车辆车头均几乎都全毁。那个警方对双方驾驶人进行酒测，酒测值均为零，没有酒驾的警示。